拜拜。 什么叫男人没有好东西啊？嗯，我有说这句话吗？嗯，那肯定都是气话嘛，我卖假斯文的。<笑>你什么时候成情感专家了？嗯，专家谈不上，实践出真理了。 你还有实践经验啊？我不信。厕所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忘了，他确实一直都在。